好功夫。王爷，您的拳法真是出神入化，看得奴才是眼花缭乱呐。王爷，您的功夫是天下第一呀。哪那么多废话，事情办妥了吗？王爷威慑天下，西山刀客已经去提人头，奴才估摸着明天傍晚前后定会提着硕王爷的人头回来。王爷，您以为奴才这、好啊，不过这事办的可不能出一点差错。我呀，要让这个皇上二大爷他进不了京城。奴才已经吩咐下去了。王爷，什么事儿？日本国大江亲王求见。什么他妈亲王啊，那是他们自个儿封的，说白了就是海盗啊。还亲王呢，他们有什么事儿？奴才让他们在外面候着的。要不我去会会他们。大将见八郎，见过平王爷。免礼免礼。刘安，快给大将亲王看茶。是。坐。多日不见，大将亲王又发了几笔横财啊？惭愧，在下已无心生意，只因家事所困扰。家事？是不是因为什么琉球国的春美公主啊？听说她跑到我们大明来了。正是，要不然在下也不敢贸然来打搅王爷您了。找我有什么事啊？王爷，在下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啊，本是诚心和这位女子结为百年之好。可是就在结婚的当天，她就逃跑了，置我大和民族如粪土，这口恶气我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的。大将亲王，稍安勿躁啊，稍安勿躁。不过据我所知啊，人家琉球国的公主嫁给你啊，也就是那么回事儿。因为人家骨子里啊嫌你 是个贼。贼？别着急啊，听我说下去，我是实话实说啊。人家呀说不准呐、当时啊就是应付局面啊，人家的公主和国王啊可能早就商量好了，要不然他公主单身一人怎么能够飞越重洋来到我中央之国呀。那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，挫挫他的气焰，也好把中间的来龙去脉弄清楚。如果是琉球国的国王所指使，那我就带人占领琉球，让他们世代为奴。呀，亲王真是年轻气盛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是你个人的私事，你找本王有何贵干呢？王爷，你就用不着跟我打官腔了。用你们大明朝的一句话来说，你我是一条绳上拴的蚂蚱，很多年以来你我之间暗中往来，你弟得力不少吧。如果你要不诚心的帮我，迟早有那么一天，你我之间共同密谋之事一定会传到贵国的皇帝的耳朵里，到那个时候，皇帝和那些老臣们一定会把王爷你撕成碎片的，明白？听你这口气，你是在威胁本王？不敢。
在下只是想诚心得到王爷的帮助，也好今后进行我们共同的合作嘛。嗯，来啊。嗯，王爷请过目。嗯，哈哈猫眼石，王爷，我的听说这是琉球的公使广林送给皇上的一颗猫眼石，他们正好是一对，明白？这叫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大将军啊，本王这点心思你是咱们的透透的，我是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呀，你这是让本王是心花怒放啊。好啊，好，谢大将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王爷，王爷，答在下所求之事。好说好说。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？活的，当然是要活的。为什么？我要亲手劈了他。劈了他啊。好好说啊，好说。